今天是11月21日，姐姐往生的当天。这一天，姐姐表了两个往生法，一个是自在往生极乐世界法，另一个是六道轮回四大假和分离法。这两个法让姐姐表演的精美绝伦，惟妙惟肖，精彩极了。我不知道用空前绝后来形容姐姐的表演是否过分，反正我是大开眼界了。下面请莲友们仔细观看姐姐的往生表演。张阿姨说心不去，我看到那时候我看可以看人家贴，走那天再看，西方全景都现了，让大家看看念佛音女回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先写到记子里了，走后记子拿出来，你去，你呀，你去给大家去，看看能不能背下。我走后一定点我父亲。进到这个屋吗？那在你旅书的第一个章跟我说安全中心，他跟我说他到了我那屋看了一下，以为是我点香，我没有点香，那我们就今天就开始。我想我走了以后这香气联系深浅，前一起现在已经过了更多的现在众生就是开始招舍离那项吗？是我那天走十二晚了，你洗衣服我留姐那是舍离走那舍谁问的你洗衣服的我挂你后挂你可不可以在这里多看你现在啊你们脸上谁也看不见，那一昨天他都说了，我那舍利外面写高兴，三棵树都看不见，你们也解不出来，就破两嘴给吓的。原来我想的就是说，我活着，我一切我不舍，舍利。那要想交代你，不是想交代你，经过走了以后想交代你，家里留一个，剩下的舍利，哪个父母喜欢，哪个父母拿去，我是那样想的，现在看不见没办法，还是给我留一个。这孩子这么固执，不留，看不见你能见着吗？是我听明白了，但是我想以后走到哪去我带谁带谁身，那不留不留。你想留你能捡出来就留，一年以后能捡，一年以后能骨灰里头能捡。再一个呗，见面不是人，不是从房里给你供钱的吗？原来跳不跳那里，咱不想的。我哪个有的？就知道一个地方吧，后来我有时候发生关系事，那有他，那你要到那儿去是吧？说好那是我奶奶话，说的好，应该是提前打招呼跟那，说那边三千年找地有人才，一会儿房子谁跟那房子？
这就可以了。哎，就是记住了，情况很全，关键是你知道，因为我最喜欢他。不是你找我吗？来了来了来了，老夫子金枪握倒了。今天老夫子金枪握倒，愿躺就躺，愿坐就坐，随便。因为呢，昨天跟五月天。不干，开战了，我们聊差不多了。对的，没关系，没关系。放下自私的利益。这个我的意思，众生不是我知道你有傻劲儿。来，感谢众生队。对呀、啊，没有众生队呀。我跟向你报告，我知道从昨天开始，那就有点这个了。你有思想准备，所以该是什么缘就什么缘。因为我来丹东一天，丹东我告诉他上你这班。那天你去你大姨夫都看着了呢。你今天你上班去。来了该说什么说什么，不该说不说，气力不够咱就不说了。那个魔力干扰不动，干扰不动，干扰不动，这一下午吧没干住我，拿那一斤回来，没事，他拿一斤呢，跟我俩斗，这斤从来不拿呀，对，我给你展示展示我的盛装。看看我的盛装怎么样，漂不漂亮？看见老妹这一生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吗？漂不漂亮？这领可以立着，还可以这么翻过来。完了，这裤裤子怎么样？这套挺好，对我来说可能就算盛装了吧。莫丽君，你没站上，马上开始治我。现在正讲这个，一共三路。是不是上面让我吐，下面让我尿，三吐两次，尿一次，这两天是不治的我，拿那个四二零做那个小便器，吐过烟雾往里尿，他们那帮人不知道，开始我以为明白，我说的话，心里挺严实的。我就往床上呀。这不没有什么恶缘善缘，要是说我感恩，就是这个缘是你自己结的，你这最后你就该过这个关。是，不听劝，不听我话。我跟苏威猛模糊的沟通。什么是魔，什么是佛，就在一念想。你说你们也是佛，我感恩你们。如果你不犯这个小错误，你没有这个。是，没有这个。这个也是给大家表演看的。对。昨晚让我吐，第一次吐啊，时间比较短，量还比较小。第二次吐，三年到外边吐，吐出去那么多水。你看我不爱喝水，这两天因为到今天开始吧，我已经肾多了，平时四点了，所以现在就是咳嗽，就喝点儿，一口两口的，这么多水。后来我明白，四大家熬了一宿，今年现在我明白，对，就是一碗，对，所以这就给大家得把这场戏演得非常逼真。四大家和分离怎么分离？对，怎么分离？昨天开始早了，
就瞅的。哦。那么厉害。嗯。我虽然说了，一点不苦。昨天就病不痛，给你们俩说一通，我也一点不累。最近老好累，所以现在你不要管我，你现在你感觉不到。我是我自己的，该怎么做我都知道。我现在眼镜小不点劲儿，你能看着吗？小不点劲儿，戴眼镜看了吗？我眼睛晃。人给我个密码，给你看看。本来不想给你看的密码。掏，我看咱这密码掏的。偷着看，不让他看。休息半点钟了。哈哈哈哈哈！看了一看，哎呀，还啥密码？早都到死了。问题是你到这儿一边说你现编的，所以咱是密码先搁在我揣呀。这军不得啊。等我走了以后，你们都记住啊。其中有一句话。如果是这句话，凭你们的感应，今天为啥这样说呢？事后就是有前发的，就是这个，你们要有感应。要是送那么双的，就是什么什么那个地方，我也记不住，陈委员。就是说的，因为到观音寺，我就上观音寺，从这观音寺走。这窝纸是不是铁？事后这个我也是，不是执着。到时候凭着你们的感觉走。去玩呢。后边是我管。你管我。我刚才说三路，听明白了？三路摸底，是不是？十二点二十吧，二十。咱们十点多，十点多睡觉呢。就放心，没事儿姐。我告诉你，韦陀菩萨亲自来护法了。我知道。你知道，所以什么魔你也别在意，别在乎他。你们这么一个借善缘，对，借善缘，度得上西方，都是我这善人所靠咱们那个嘴的说教，人家不信，咱们就给他来点表演呗，表演表演。11月21号，正常50。在什么地方？20。在什么地方？11212，为什么是这个？你看佛法是最简单的，你看最大的数是二呢，你是012，就这三个数，越简单是越高级的佛法，不是那么复杂。这个2012就今年呗，表年的，11表这个月，这个月为什么是11？表示他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康庄大道，比着这路回家，11。然后21，就是21号，就是今天。下面是12，是十三，中午12点。就是他，你看21和12，佛法里都是表法的。表圆满，所以这样就是禅、密、静三位一体，不分别，不执着，他就表这么一个圆满的法。这个障碍本身也是表，可都跟看准了啊！别到时候我们这些人回去的时候，这个也不认识了，那也不认识。
三千五放着。看看这些人呀，不是来告诉我，我这几天啊，我这讲课不知道。天天上他们去市长他就我不放心。雨垫比较小，拿下来三匹那么多。不用垫的，今天我也拿了两个斗篷，我拿两大衣，咱们晚上慢点就可以。小宋没告诉我，昨天晚那您知道怎么安排了？这些都不告诉我，他不用我垫着他，我就寻思，哎呀，如果地下脱羊了，那帮孩子守口如瓶，我一副他们笑的，吃吧，住得好。你知道我这一生，我最大的意义就是慈悲心。我看我是受苦，但是我现在我虽然是没有慈悲心，得多撒点甘露。这个现在。没到时候撒进来那我再也不要撒甘露，我寻思咋整，我怎么撒呀，那甘露搁哪儿呢？完了告诉我，那眼泪呗，那眼泪不就是甘露吗？我寻思话那些啊，让我哭啊，然后哭出眼泪不就夸出来了。这方法挺简单的。我估计不会是瞎话，我这两天吧不怎么冷，谁让我们出骂我。今天嘛，呼吸一下，比较我喘的重一点，但是气不够不舒服。来了，风昨夜冷不散了，我这是今天来了三位新大哥。他们那天长的。还没听着呢，新来还没听着呢，还得说。不要担心我，你看我这样，等我自己手分寸。该坐坐了，该躺躺了，你随便。你躺着卧佛，我们看着卧佛寺那卧佛多漂亮呀，坐着那个立佛，卧佛。站着就站着立佛，咋的都是佛。你现在我现在不是卧佛啊。你现在那个莲花上，我是站着坐着。卧着。坐着。卧着。卧着。啊，你是卧在莲花座上啊。对呀。那我不知道。我发现是。这只是他这个假车，当时嘛，我站着往上，我坐着往上，那是妄念，我吉祥卧往上，头两天，王姐给我拿一张碟，他给我，他说他搞的那个，他得到以后啊。都六七年了，没动。天天给我拿着他，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说他不得了我呢，他有感情，但是呢，是没给他总气的。哦，你说那我给你拿一张光碟。哦，你看我们这些，就现在你能看得到的，是不是都是果？妈妈，现在你也考我。不是考我，你跟你拉得近乎，好不好？拉得近乎。就因为你跟我拉来近，好啊，这下怎么样？跟我吃俩的，老饿的，哎呀，咬的他老饿，这浑身疼的受不了，有的要我给他摸脑袋呢，有的要我给他摸脸，你说让你给摸脑袋，你给他涂两口涂了什么？啥鱼？哎呀，不，我不能再往公主哭。因为吧，这孩子吧，他前世吧是丽君的，他俩是哥俩，今生他俩吧又是同学又是好，对孩子比较犟，我得度他。我跟你开玩笑，我觉得。浑身难受，昨天喝完粥反了。对，姐姐说的，咱俩是，然后往那看呗。说有难处，刚吐我来着。哦。但是说，哎呀，这到关键时候。因为这姐姐感应力挺强，姐姐我学习好。在家窗户还除了房门以后，姐要不脱哪块衣服上。昨天下午我说这是给你们俩有那也得遗忘，没有时间了，不是昨天来了一趟。我说你俩正好起来下午没影，姐姐妹妹都来了，姐姐在这儿呢，妹妹在那边给我看猫呢。就看我了。说的都是福，都是福，现在阴没成熟，我带你回家。现在吧，就是该带的我都带。不该带的，再带再带。你告诉告诉我，都谁来接你？谁来接我？西方财神。无量无边的佛菩萨。就是咱们人世间往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的，都谁回来呀？去上代表的意思。哎呀，就是咱们往生都回去，我都排成大队了。啊，都排成大队了。我认识的都有谁呀？王洪来，齐树杰，罗立秋，完了就是其他的，就是太多，举了三个，没代表。我寻思那个小罗啊，他往生。把她丈夫渡进佛门一只脚，这次你再往生，你把来的都进，刚才我们一起到的，就来的，昨天他就进佛门了，他就这个人。罗立秋那最好的好，小丁，他俩是绝对是本来说让他今天来，完了他昨天他就溜达来了。来的也是传动物，那个空进的说几句。一进来先那个他叫富强。富饶那个富饶一进来给我的第一眼，这俩孩子实际上嘛，就是佛菩萨再来这个誓言，虽然他们现在年纪轻轻，现这个假
前天告诉我的往生的这些个就是首先到我的往往还起初几天因为他们往生不几天我又被威胁了不是我们来记张根张福瑞那就对皮肤用处那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了还有养乳最后说养乳该结账了呀等我俩的行称呼因为这这法号有的告诉有的没告诉什么苏家成说了因为咱这又得翻过很人世间呢还以世间而成对情是这样的那会儿没到之前我又吐了一次这会傻一点干净一辈子肯定走的时候干净净干净净是人家你演的这个戏吧就告诉大家娑婆世界没什么可留恋生老病死自然法则不可抗拒谁也躲不过为什么有光明大道不走非走那几家很痛这天佛法门为什么叫这样菩萨菩萨菩萨表法表法表法圆满圆满圆满不假不假不假像当年那个苦年那时候那时候就告诉他我现在这个假可笨呢还穷那么差点当时自己都真那时候就告诉我不是现在告诉我有年没回家去年上哈尔滨念佛没回家上哈尔滨念佛的时候我就说离他佛父佛父大人那你就说了回家结果到处没走这多少人好像咱们说话不算话话我个人的事小啊我的事业是大呀这老师傅不给我信心每次跟他沟通的时候特别好从来影响失落大海我们不信心去年是市里去因为那富有他要成重新的成意往这而且发心就可以跟我一起结果当两块我说我真的话结婚一个机会一定不行但后两天消息来不能回家我当时非常恼火哎呀就是不是这个告诉两次往生没有回家那是替你那是演习叫预演奇特练兵术奇特练兵术练兵去了去练兵去了你看那把这个没练成现在这个练成
好啊，这一年练成的。你看七年你看在哪儿连哭带喊把你喊好的。就这任务没表完呢，实际你已经回家了，瞬间又回来了，只是视频都不知道而已。实际跟我们正常不是，我闭着眼睛，我吃眼睛说啥你就我知道我脾气了，瞬间还气回来了，眼睛真没力说的。姐，我感觉到吧，这个回家好像随时回，随时就来了，这来来去去是自由的。你不是我，我不是。是你不是二呢？非菩萨大慈大悲嘛，慈是给众生乐。慈与众生乐，悲发众生乐。我姐是人堆里最笨的，真是的，您不说的是笨鸟吗？真是笨鸟。现在咱们知道您不是笨鸟，笨鸟好好啊。您跟人家肚子里藏奥妙，咱凡夫俗子不知道，看不着。这个也看不上，那个也瞧不起。真是任人践踏的小草，怎么踩怎么是。但是你姐，你发现没有，那小草你怎么踩它不折腰，它不断。哎，冬去春来不折腰。我现在那个高高的白杨远比不上那小草向你学习，向你致敬。这个意思我你走了我先带着。嗯，有一本在里头，行，小本儿留着，行，再来年轻，好不容易完了，喝光碟肚子，这个特不容易，是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狗狗录像啊，怎么地，你知道，我也比较傻，这个特，哎，这一次好像这就是一次特殊的机缘，给我的特殊任务，对。现在我就先默默来，默默走。我也没想到现在就行。一说的录像啥的。我打树。我是默默问。刀法师把你。能说让你出名。我知道你这一生。也是默默无闻的，对，不愿出头后面。但是咱们姐们吧，就实干。说我老实听话真干，实际有我跟你比，我真是非常惭愧，我比你差远了。自愧不如。其实吧，你除了脾气倔强以外，现在改好了。现在你是。该好了，这不该我是卖花了，怎么也怎么是了？现在你是学佛以后啊，明理了。现在你是，毛病都在改，现在这是瘦多了，凉点儿。列举这些形式，另外。为什么现在树林？你看他现在吧，胖的，不去呀，围着他这个假身去。看看刘老师出名了，都想见见刘老师。那这个心情啊，理解呀。这就，哎呀，现在这树。我这天要成佛，哎呀，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我现在脑子里还是照样疼，就是说的，哎呀，这个也算在我的手，哎呀，可别忘了我呀，可一定接我去，那个也是，搂着脖子。
抱着你好。哎呀，这老师吧，总比不要为假象所迷惑。对的，不要为假象所迷惑，耽误自己的真正大事。心听老法师的话，十年儿还如来，现在今年三千年，咱们离他，拿咱们现在的话说，他现在离咱们远了，是吧？净空藏法师现在离咱们，净空藏法师是代佛传法，咱们已经听净空藏法师了，按照净空藏法师再回去说。现在咱们放下万缘一心念佛，阿弥陀佛四个字，你听明白，一生就成就了。不愿逃出去攀援，马老师从说了一句话，哎呀，我是真学佛呀，我是真念佛。马老师有一次我也从不讲，今天他个夫妻在这个夫妻当中这个夫妻就是我生的，你们敢报名吗？香港那时候那个跟我说，那个净空法师不说吗？说哎呀，这几天无量无边的无性众生都往上极乐世界了，咱们在座的这两天的你我还没看一个，完了这台下呀，那哄堂大笑，热烈鼓掌。哎，就是那个氛围，要说就是学佛学到一定的程度，他那种潇洒，那种自在，用语言没法形容。就是一个是表达不出来，不会说，就另外就说了，你没亲身感受到，你也不理解。嗯，就是什么叫法喜充满？咱们别说充满，就是哎，你沾点法喜你就知道了。这学佛真好，不让你学你都不可能。嗯，那你说我对老法师，我俩就那么个姻缘。你说我去的香港，那现在有人说，净空老法师吹捧刘素云，刘素云你吹捧净空老法师，啊，现在吹捧就吹捧了，我还吹捧的不够。我谈了两次吧，第一次谈了我所认识的净空老法师，哦，遭到了炮轰，嗯，完了我又没记性。我又第二次又讲了，再谈我所认识的老法师，我因为我见到的是真实的老法师，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不是我听别人怎么说。说那什么时候我再讲个三谈我认识的老法师，那你说我吹捧，那是你认识，我必须得把我认识的老法师介绍。末法九千九千年呢，你知道它的作用不可忽视。我们听了心花怒放。嗯，真讲话。所以为什么我说我犟，可能也就这个犟劲儿成就了我。我不随风倒，哎，不是说人说东好我往东跑，人说西好我往西飘。得我自己认准这条道，我认准这条道，真是谁也拉不动。但是我对别人所修行的、所信仰的宗教、所修行的法门，我都是赞叹，我没有一个障碍的。我不说，哎，就我这个好，你那个不好，我从来没说过一句这样的话，而且这是我真心的、内心的想法，因为它是万法归一，殊途同归。最后就是从不同的道，最后都走到一个地方去，只不过是时间长短，
而已。你就说事实来验证，我为什么录像？哎，完了得给他们看呢，得逗他们呢。你要是这个问题没解，今天比如说我家聪子来，他是个什么态度？他该啥态度就啥态度，是不是？他咋想就咋想，咋说就咋说。所以咱们就是事实来说话，你用说教去教育他，人没看着，人不相信。前天晚上来，我还坐那啥的和他们说了，说了以后，因为这些天吧，这个一直身体上睡，没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干扰。第二天吧，如果要不是这样，我能再试你。第二天他们来吧，那我不就得不承认，上这来守着了，不认着。说一年多。干什么玩意儿？你看这是说话溜溜脆，啊，怎么的？今天我打电话了，告诉他们了。你委托菩萨告诉我，一切都安排好了。你该告诉我，你该干啥干啥，不用惦记着。有点那个小障碍，昨天犯不了大浪。昨天。之前晚上是一句也不知道，时间。我告诉你，你说你过来，我心想，我不用他了，主演你们过来。好，你说了一句吗？告诉我明天早点来。那没啥意思，早点来啥？早点来，你说你过来，我说记着你过来你就早点。我11:59到就行了。我就现在，你超过12点就难了。你看他们解释会，都没告诉我。因为这些是严格保密，因为这个我都挨批了。实际我是8号那天知道的。现在21号，这正好半个14天还是15天？8号那天，7号来看我老师吗？我还上你这来蹭饭吗？哎，结果我说爷，这怎么瘦了？你要回家了吧？你说快了，快了。就落下，就像唠家常似的。完了，第二天就是8号嘛，8号就告诉我时间，但是不是这个时间？比这个稍微长一点。那这个姻缘实际就和锦州那个小刘有关系。另外，选择今天，一个月以后的今天，他怎么那么巧合？他是巧合吗？实际现在给大家表演的，不用说别的，实际真是凡是听师傅讲法的，一听都明白怎么回事了，不是凭谁凭空想象出来的。完了，我的心里吧。有点犯嘀咕，我寻思这么大的事儿，可别骗人呐，不能耽误人家。我这个念头就起来了，起来一开始吧还行，没人搭理我。第二天吧还起这个念头，就挨批了。你怎么回事？告诉你都是真的，你怀疑什么？你要求不怀疑了，告诉我莫。莫怀疑，莫犹豫，一切信息就是告诉你的一切信息都是真实的，就是这样。我爸差点告诉我，也是告诉我大妈，那是我身体，就是完全没困的，两个胳膊支着床，屁股还能抬起来。来吧，住院住院就行。告诉我，那个大胖子就是你真是那个菩萨慈悲嘛，要不得到时候真是这房子一摇了，这地一晃了，你说谁能背动你？小四刚扯月的，想背你跑也背不动，跑不了。你说你自己早点回家了，去接受一个新任务，一个新任务在等着你。
然后我立马就得回来，报个到就回来了。实际现在为什么非得回去一趟呢？因为你这肉壳都不行了，你这一条腿儿能走不动。我行，实际我在这之前吧，我就想，正式的学习，跟那样咋说呢？我早点走吧，一个是别人牵挂我，再一个吧，你说我太早吧，上班就我自己在家，不能不见了。学校，那你们虽然是亲的，也是众生嘛，舍掉学识，也不再牵挂。说是不中，不让我走的，我有就说了，那你想不对。你舍掉和大人跟我说了几次，要把你接走的。我当时就告诉我说不行，大姐不能来。我说因为什么呢？我知道2005年我就犯了这个错误。2005年那不是哎呀计划呀安排呀，我计划是26号接你上我那儿去吗？结果25号上一从个床上跟人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我就起不来了，脖子都不能抬，一抬就休克。哎，就这儿把你撂倒了。所以这一次呢，我就想起那年的那个姻缘，那可能就是不让我来接你。他怎么就一宿头一天晚上坐沙发上跟聪他们一起看电视呢？聪说：“妈呀，今晚上你住我这床呗。”我说：“那么大的，完了让住一宿呗。”我就上他那儿去住一宿。第二天早上起不来了，所以你也就去不成了。完了，结果呢，你也不知道我有病。每天我就攒点劲儿，攒，能说几句话了，赶快挂电话。姐，在哪儿呢？今天怎么样？我说挺好，我说挺好就好了吧。电话就这样，没有劲儿说话。我姐就能傻到那份上。她怎么想的？能佛菩萨安排的吧？她怕咱们姐妹俩亲情，那个互相牵着，所以不让你就不来了。她根本就不，压根儿就没想过我病到那种程度。完了，头一天晚上，因为大姐是那次是4月初6嘛，是大姐的生日，我还跟她，哎呦，我说挺好，我那天来的今天走，我说这些的时候在电话里，那都开怀大笑，哈哈，哎呦，我说你这谁给你选的？你看那天来的，完了又那天走的，我说挺好挺好，就这么简单。完了结果我这一病就来不上了，来不上就搁床上躺着，就看这么一块蓝天，一朵一朵的白云，就搁这个，因为两个楼高楼中间就那么一块儿，在我躺床上，那不能侧身，只能仰身躺着，那白云就一朵一朵的飘，大大小小白云全是莲花，躺了半个月嘛，完了我姐4月初6你不要往生吗？抽个晚上是正常五十，对，我就知道了，明天走不了了。我没说。第二天不是也12点吗？我在床上躺着，完了瞅着这表，到12点了，我就来电话了。法会圆满结束，开始吃饭。我说我知道，因为那一次佛友。大部分不知道，所以就是这两个人知道，就在那打过七。最后一天为了那啥，就是演示这个问题吧。反正明天最后一天，咱们就圆满了。家常海清专业到场，我正好给他穿衣服。这么看呀，我也不知道啥时候。Thank you.
咱们这脖子上可以。正常念没关系，我听见再大点。阿弥陀佛。小四儿，我跟你说，什么念佛我也没有意义，但是说是说那啥送大姨什么，好啊，说啥都说我有意见，我问你，张念佛念好了。就算是念佛念好了，当然好了。阿弥陀佛是无量寿嘛，对不对？大姨，你现在你也那啥，念佛别说话。陀佛。现在你一个人说不算，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到之后非常的严重。不正，定足法门烫手中，头发。
已经上电话了，我就他那个师傅就清楚。好啊，嗯，好，好，好啊，嗯。看大家为我送信，谢谢。好啊，嗯，好，好，好啊，嗯，好。佛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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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还有什么挂件？不是我挂件。好像那个有印了，有证了。这个没表演完呢。没表演完。没表演完呢。到家了。你学的怎么了？我知道，知道。别瞬间。现在就是搭这么一个平台，都来演这个节目，每个人的节目都不一样。你这外甥女的节目没演完。有点干扰。我把那些同学们全都撤了。不对你没有影响了，我知道对你没有影响了。把那些朋友撤了，因为你本身就不需要助念，助念是你给大家的助念，不是他给的。我今天，就是我早点就走了。是我瞬间就回来了。我赶上张英哥了。我赶上张英哥的女儿，我赶文殊菩萨跑，还有一夜月亮。那你看今天不就这个缘吗？就这个缘吗？刚求你的挂掉，你现在的过来过来，不过来就不过来，结果他真过来。还听不懂，上面挂电话我听不到。我一瞬间，一气我都走了。这个障碍是过完还没过完。现在是四个五毛巾的，你翻不了船，是掀不起浪。就他们表演表演，表演表演。各人因果各人负吧。这都是真学实修的人。没有，这他们没感应。没感应，没感应。其实我心里明白了，我跟大家都说了，遇到什么样的境界都不去理睬它，咱们说咱们该说的话，做咱们该说的事，不受外境所干扰。你看走还有半个小时，他都那大声小气，他们说话没意思，说话都很差劲，那不是小点他提出那个条件我都答应他了。也不让我们的同学搁这念佛，把小宋带来的那个全都撤走，撤到那屋，完了后来又都撤了，现在那屋没人，都撤了，不行，一会儿我们这几个还有几个哈尔滨的，我们也都撤。老菩萨已经坐上莲花了，我就不管你了。该演什么戏就演什么戏呗，反正你现在就是演戏。你这是你说谁信谁听？要不信呢，也说那就说你们这考上来的。这更得说了。所以那你坐好，都坐在等时候。那你再休息下，再休息下。你刚走了，地方在这站着呢，在这站着呢。那你刚地里坐着呗。没有，这有点闷，是不是？也是有点闷。多闷。
进修口里边我很高兴不大大姨你感觉咋样啊我感觉挺好的那样上去我们就撤了行不行先等一会儿啊没啥事儿了挺好的我们撤就行然后就安排车把烧上一会儿都送过去行不行老婆子行行啊这该是什么缘就是什么缘心里有啥障碍吗没有我知道障碍没有这有什么障碍办点啥事儿然后俺回来了才录像的最后一小段，不知各位莲友看明白了没有？如果没有看明白，我把这一段录像的因缘给诸位莲友解释一下。11月8日之前，我和姐姐极少见面，也很少通电话。11月8日，我得到姐姐一个月之内往生的消息后，几乎每天都和姐姐通电话。记得有一次姐姐电话里跟我说，小云呐，我得表两个往生法，一个是主，一个是次。当时我听了莫名其妙，不解其意，我就问姐姐，什么两个法，一个主一个次？姐姐回答我，那个主是表活着自在往生的法，那个次是表六道轮回痛苦的死亡之法，这不是表两个法吗？我问姐姐为什么要表两个，姐姐说这叫对比法，不是演给众生看吗？有个比较好让众生选择呀，这是姐姐当时电话里跟我说的。说实在的，当时听了姐姐的话，我没怎么放在心上，听了就过去了。
这一次姐姐往生真的是表演了两个往生法，中午十二点表的是活着自在的往生法，感恩三宝加持，那一段录像录下来了，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遇到障缘，不让念佛，不让录像。姐姐往生的那段珍贵的录像，是录像的莲友善巧方便偷录下来的，我们应该深深的感恩这位录像的莲友。姐姐中午十二点分秒不差活着自在往生了，你们仔细观察最后的镜头，他没有断气。过了大约几分钟，姐姐睁开了眼睛，告诉我们，我按时回家，速返娑婆，瞬间我又回来了。还没有表演完，我还有任务，尚有一夜未了。这就是刚才录像上的最后一小段，在那一段里我和姐姐有对话，因念佛机开的声音大，对话听不清楚，大概的意思是我和姐姐说就是这个因缘，说的就是关于障缘的问题，那个仔细听还可以听得见。可惜的是后面姐姐表演的第二个往生法没有录像，因为当时不让念佛，不让录像，迫不得已的把录像都撤掉了。这个呢，我可以跟大家解释，姐姐的往生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从21日早晨开始到中午12点，这一段表演的是自在往生极乐法。从12点之后又回来到22号早晨8点45分表演的是六道轮回四大分离法，这是两个阶段，表了两个法。姐姐从11月21日中午12点以后到11月22日早晨8点45分钟近20个小时的表演，表演六道轮回痛苦死亡法没有录下来，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可能也就是这个缘分吧。这20个小时姐姐表演的是地火水风四大假合分离，姐姐表演我解说，就像现场讲实习课一样，非常非常可惜没有录像。后面的一小段录像是22日早晨抢录下来的姐姐的这个肉身最后走的情况，好在姐姐表演的第二个法有个头有个尾，那个头呢就是她回来之后跟大家说的那一段话，说她是按时回家速返娑婆。哎，最后的一段呢就是第二天早晨她这个肉身往生了，哎，那一小段抢录下来了，所以第二段往生法的表演缺了中间非常重要的一大段，就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姐姐的两个表法阶段，那就是六道轮回痛苦死亡法在22号早晨8点45分钟表演结束，两种往生法姐姐表演圆满了。关于姐姐往生的时间，有莲友疑惑，到底是21号还是22号？有人说，怎么一个人还能死两次？在这里我郑重地告诉大家，准确地说，不是死两次，而是表演两次。所以说，姐姐往生的时间
说二十一号没错，说二十二号也没错。我是按照姐姐预知时日的时间，11月21日中午12点，我是按照这个时间说的。姐姐为什么要表演六道轮回痛苦的死亡之法？基于以下三点原因。第一点原因是演示两种往生法，对比着让众生看，让众生选择。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菩萨慈悲到极处了。第二点是度化儿女和家庭眷属。刚才我提到了遇到了障缘，这个障缘就是这个，所以姐姐说还得把儿女和家庭眷属渡进佛门，他就表演了第二个法。第三个是姐姐有愿，她生前发愿带一切众生苦。比如说那天晚上姐姐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吐了好多东西，吐的那个东西都是紫褐色的，吐起来非常痛苦。姐姐吐完了之后轻轻地说了这么几句话，她说我带众生吐出酸甜苦辣咸，我带众生吐出怨恨恼怒烦，我带众生吐出一切病苦。这就是姐姐在了她自己的这个愿，因为她生前发愿要带一切众生苦。我看着姐姐这么难过这么痛苦，我有点一心不忍，有点心动，可能是姐姐看出来了。我记得当时那个场面非常清晰，她用眼睛瞅着我轻轻地说了一句，我没有痛苦。那意思就是告诉我，你别难过，姐姐在表演，我没有痛苦。尽管是这样，姐姐表演的那么逼真，那么形象，我这个当妹妹的当时还是定力不够，我还是有点心动了。后来小宋就跟我说，刘姐，你和小宋小四儿上那屋坐着去吧，你别在这跟前坐着看了。所以后来 那一段我就没有看，实在是不忍心看了。如果大家问说，姐姐这一次表演的这个两个法，你给我们概括概括，形容形容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就两个字，逼真。你看如果他不逼真，能弄得我都不忍心看了吗？我上面所说的这一段话都是真实的，信不信由你。